你无论怎么玩，我都是要学 E 的。我发现剑圣真挺多呀，下把我来个剑圣吧。欢迎欢迎的。闪现可以。跟我往里进。看看有没有 people 啊？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什么 OB？ 那潘森闪现踩呀，殴他呀！这把打完行吗？来不及了。也没说今天有啊，啥时候说的？昨天就说，昨天你不是问我的吗？对，问完以后你也没说呀，好像。我就踢你的鸡，踢人家的鸡，踢你的鸡。应该带强攻的，打的鸡。踢你的鸡，踢你的鸡。哎呦啊，啥意思啊？哎呦啊，老母鸡。再见，既然你闪我也闪。回家。没有办法，他有蛋。你忘了他有蛋了吗？我打不死他的蛋，我会被小兵打死。他的蛋是满血。你可以把他蛋打出来。不用把他的蛋打出来，剑圣要帮我把他的蛋打出来了。漂亮，剑圣，再来。他要传送，再来剑圣。剑圣没理我。你这个名字好搞笑。啊？这不水猴子吗？你他是，哎呀，他去放眼儿了。一下一上来拉起。行嘞，哎，减速你的鸡！哎呦，我死的好惨呐、啊！我天哪，他的叫声让我有点不忍心下得了手。太好，他的叫声像是一个女的。本来鸡也是女的。这是一只老母鸡。控一波线儿。002，天！老母鸡别吃啊！我们就往这墙边一站。咱也不上，我跟你们说，如果这个老母鸡走位不对了，他敢让我 E， 我往这一站，他敢让我 E， 那说明蛤子就搁旁边。我看见蛤子了，所以我敢上。
没事，让他推一波，这波兵我们吃了。干扰我。这不灭带的是真二。马上我们升六，直接大他。这个这一脚不踢了。啊！马上升六，直接大招就死，都不用异动。跑的好远呐、啊！他有没有弹、啊？拉起。是不是很惨？一般这种老母鸡上单都是绝活哥，我看你们说。但是这个活啊，好像不是什么好活。我们七级，他五级。哎，我拉你的枪，可以自己看的，灰的就是没弹。猴哥，我迟到，你能不能整点别的科普？我还能这连这都不知道吗？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样，连这都不知道。那你刚才跟谁？我就说，我说他有没有弹，他没有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买个红宝石。不是，你就点他身上，点正常点他身上，他顶上这是蓝色的，就是有弹，灰色就没弹，就这么点东西。老母鸡开始打人，有点疼了啊！你蓝够吗？请问你的 MP 够吗？老母鸡。卡一波兵线，这个超切死你了！你们家打野好厉害啊！嗯，有这个打野，对面结束的时间是18分钟；没有这个打野，这把结束的时间是28分钟。三级 E， 三级 Q， 老母鸡人没了，21个兵，这帮人就不补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嗯，插座吧。这插座就是粘不住的。哎呦我的妈！
拉起老母鸡，这他妈的，这小兵太多，打不死。真烦人呐！我不带回家的，我们在这吃经验，然后回家。这玩意儿两条命是真恶心，我发现。打就打吧，还两条命，没有持续伤害的那个英雄还打不死，要不来杀吧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더블킬没事，我们继续控。我看你下一波你怎么办？刚才我们什么没交啊？踹他一脚。回家吧，我不带推的，我还是不推。他要么他上来，要么他回家。他回家他又亏，我们不推，往这一放。蛤子搁他旁边呢吗？这个意义的不好，再见。你如果不走位，那我就踹你；如果走位，我贴一会儿再意，明白吗？这就叫细节，看他走不走位。主要是有的人他走位，我们不好踢，万一一个踢空了，这波被秀了，不着急。跟你们细节一点，老母鸡，我们十级，他八级，我们八十一刀，他三十一刀。好，快速回城，逛商城，三项了，无敌了。然后这波兵线又推过来了，非常的细节啊、哦！谢谢金鱼欧尼的飞机，我操，五杀！可以啊、哦，剑圣，剑圣是肖带呀、啊！谢谢金鱼偶尼的飞机。看看人家，我的妈呀，兄弟呀！对面的上单，对面的上单老母鸡，你看看谁的战绩是最惨的？052老母鸡。这波假装不推，在这等着。因为被剑圣拿走了。再见。
剑圣里边那三个人头都是我的，这啥意思啊？卡了啊，投降了，爆炸了。行，看会儿猴哥观察死，兄弟们。